迎大家收睇财金导航，我是李明娜。之前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破天荒举行户外演唱会，虽然曾经发生第一场表演要临时取消的哈碌事件，但都没有影响粉丝歌迷的热情投入。演唱会要做到引人入胜，声、色、艺都要俱全，其中舞蹈场面的编排往往更加是牵动观众情绪，将演唱会气氛推向极致的重要元素。相信这一点作为四大天王之一郭富城的御用排舞师会最明白。Jazz Freestyle Hip Hop 无一样可以难倒佢。用 dancer 到你中心职或者系全职咧，我觉得你咩舞咩嘢都学